后你们可以，你们可以做这个游戏。就你，哎，尤其是你，比如说好，你，比如你，假如这是三个字而已，假如你在讲一个句子里面啊，讲个句子，就你就发觉各自连接什么。说我家有一只猫，就讲我家有一只猫，然后你就发觉，请大家就请把那个什么，把听到这句话以后，你说你就无限什么猫。那你是什么感觉？你就发觉，我讲的猫不等于你的猫，我的感觉不等于你的感觉。假如你做这个实验，你就发觉，就是我们在语言活动的时候，就是很多人都会什么，都会连接不同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以后你在互动的时候，你比较清楚，就是什么，我讲的时候，你连接你的，然后我连接我的。这样的话，你比较不会说啊，哎，奇怪，你怎么没有听懂？那本来就没有听懂了。那这一点也是生活禅啊，我们曾经做过的。我们有一次生活禅更好玩啊。我们请一个，就是有一组人起来表演啊。我记得那时候表演的时候，就是。就假装有一个人啊，拿一把枪啊，把一个什么，把一个人，就是，哦，这个什么，把他的那个，反正一个坏人把那个什么，把这个人勒住，然后拿一支枪，就下面有人就是一直哭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先生警察就被什么，就这样被弄死了，有没有？后面其他人就觉得很奇怪啊。啊、所以说在这一个，就是这个我们就连接啊，想象的时候，这个部分，这也是生活才能被讨论的，尤其是这个语言哈，可能接下来录影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个作为主题。好，啊，就是心中的连接，不，啊，等于实体本身啊。结果他叫什么？电线杆做一杆一样，其实都不一样。我们叫做什么？叫做同床异梦，不是同床异梦。任何声音都是什么？按照这样的话说，有没有人就是英雄所见完全相同？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告诉你，只有开悟的人是完全相同。开悟的人，怎么讲呢？比如说，我讲说电线杆，他就听到电线杆，他不连接的。它就有点像是什么？我像是一个录音机，有没有？一个录音机，然后你不是一个听到个电线杆，它就如实的录音电线杆。但是我们一般人是什么？你听到这个时候你连接，看到这个时候连接，那你就连接跟我的连接不一样，然后也不知道我的连接跟你连接不一样，以为我们还有什么相谈甚欢啊。叫是什么？各自什么？各怀什么？各怀鬼胎。那开悟的不是，开悟你讲说，你王八蛋，然后是什么？各自听到王八蛋。要不要接走？就你的心。心就是什么，就是如实的什么，如实的反应现象，但是我们会加料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加料又不见得什么，知道我加的料跟加的料不一样，因为没有什么，没有看心通。
啊，这个我想说这一个部分啊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生活禅，可以让你的心，或者让你的什么，你在平常的互动当中，可以让你就是我们刚才讲做一个现世报嘛，哈，透过我刚才讲就是无我的，让你的现世报比较什么，朝着佛陀的现世报，你们知道佛陀有没有现世报？啊？他这个都可以讨论的，因为我们以前讲说，哇，佛什么，我们说叫什么是，什么什么道庄，长吉观净土，还有什么，十报什么庄严土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说，哇，那个你有的好眼啊，那我们的众生就是什么，就是。我们总之连果报是什么可能都不是很清楚。我们在还没讲这个，看到这个由身受心法组成的果报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果报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假如你懂这个的话，你就可以什么呢？在每个当下的身心反应当中，你都可以是什么？不只是身体放松哦，可以身体跟外界没有界限，这样算松还是紧？松，是松吗？还是超越松跟紧？超越松跟紧。然后他感受呢？我刚才就讲，那他感受是什么？没有乐受苦受，他是超越苦受乐受。没有任何受的去感受所有的受，但是我们一般人因为这个没有的话，我们还是有现实报嘛，身体有松紧，然后心就是感受有热受苦受，那心有不依不依就是我们一般人的那一种现实报。好，请问。如果你在禅定天的话，请问身体跟感觉跟想法跟我们根本有什么差别吗？你在禅定天的话，身体是紧还是松？松嘛，哈。那感觉是舒服还是不舒服？舒服。好，那再来，你的任何外境是合一还是不合一？所以你就是，如果以现世报来讲，你可以用现世报去什么，去检查我们跟这个禅定天的那个差别。那、啊、如果是你在拿到最高的观点，说你是以这个什么，以觉悟者的，我以那个觉悟者作为努力的目标，那也就是我刚才讲说那个什么，无我这个观念要拉进来。全部都是什么？都是你，也全部都不是你。现在这个像不像生活禅啊？跑得太快了，啊？明天不是明天，下礼我再先把这个讲出来了。下礼拜我们就可以，有是练习，因为这东西先讲以后，你才肯定会认真啊。好的话，我们通常这个一个东西的练习，通常是什么？我通常要好几次，一天两天三天要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的练习，因为这个包括。禅修的这个什么功夫，另外禅修的功夫是在日常当中的禅修的功夫，所以我们这边有准备那个什么，我们给你们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下次你们就可以啊，
这个不是好玩的哈、啊。你拿这个的时候啊，一个就是让你走路，对不对啊？让你不要掉下来啊。练习你的心，那就让练习你的心要拉到身体来啊。那练习这个通常我们不会弄的人啊，他们就要一直看。你下次练习的时候，你不要用眼睛看，你用身体看，用身体，就用身体的感觉，用身体的感觉去感觉它，就用身体看。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就是，你这个会拿了以后，接下来我们谈话，我们叫你细数，因为你有这个东西来，你的注意力就会什么？就必须要拉，有一部分拉到这个身体来了，所以这一个，这个下一次的话，就下两课嘛，我们就跟这一东西，每天都练习一下子，来配合我今天讲的那些是最难的，是刚才讲的还不够，其实那个不是理论，只是说它怎么样跟什么，跟这个结合。刚才现实化这个算不算理论？不算，我们有练习的。那个东西，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什么4个小时嘛，所以赶快抢到别人了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子了哈、哦。谢谢法师。